说吧，到底怎么回事？小弟有一事不明。闭嘴，我揍你个龟孙儿。哎，师哥有话好好说。哎，他都对你那样了，你还护着他？不是，不是你想的那样了。那是怎样？你还多嘴是吧？不是小弟多嘴，小弟也是喝多了酒，断片了。哼，师妹，到底怎么回事？昨天我当了宝剑，换了糯米，本想立即回来帮你疗伤，没想到就碰见了他。你撒手吗？不嘛。哎，你这算怎么回事嘛？不嘛不嘛，你不答应我就不起来。哎，这怎么回事啊？好像是小两口吵架了。瞎说，我跟这站半天了，看得真真的，小伙子这是求婚的。嚯，够虔诚的呀。那是，都跟这儿跪大半天了，这男的一个劲儿的答应我吧答应我吧，女的呢就一个劲儿的摇头不答应。也是，这种事儿哪有到大街上说的呀，换作是老婆子我这么大岁数了也臊得慌啊。你们别添乱了行不行？我根本就不认识他。娘子，在一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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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臭酒鬼，你到底想怎么样？我不是说了吗？你对那边说。我弄少了你的米，很过意不去，只是想请你吃顿饭，赔礼道歉而已。告诉你，我家里还有病人，没工夫搭理你，你哪凉快去哪。病人？巧了，小弟我略通医术，可以帮你家病人瞧瞧。你要再敢跟本姑娘打哈哈，我打耳瓜子抽你啊。滚。哟，这小伙子真痴情啊。就是，这要搁在头20年我一准儿嫁给他。嚯，老奶奶，20年前您多大呀？60。姑娘别走啊，我一定会负责的。小伙子加油啊。在一起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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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站好了。转过去，不许回头。姑娘，你这是……你们都听好了，本姑娘跟这个臭酒鬼半点关系都没有。你说的这是我？那他又怎么跑到这里来的？还有你买的糯米不是被这小子弄翻了吗？我的伤又是怎么治好的？我回来的时候已经够小心的了，谁知道他是怎么跟上来的。嘘。怎么这儿还躺着一个？你下去。这么舒服的地方应该你来躺啊。你这家伙怎么这么不接摔，这就爬不起来了。起来。哟，运气不错呀，中了尸毒了。你说的病人就是他。
老兄啊，糯米是没了，不过算你运气好，少爷我今儿喝的是米酒，嘿嘿，整整二斤呢，够你去毒的了。成了，你就在这儿躺一会儿，一会儿就没事了。得早点歇着了，累死了。娘子，我来了。娘子。师妹，他我对你那样了。说吧，你到底是什么人？我姓张，名叫子凡。哼，喂，我看你内功不错，你是哪个门派的？哎，我武功稀松得很，说出来给家里丢脸。不提也罢，不提也罢。你昨天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是，惭愧惭愧，我这一次是背着家里人跑出来的，因为平时家里人管得严，从来没沾过酒，这次又出来的急，没带钱，所以头回下饭馆就喝多了。姑娘，你说我喝多了叫你娘子，是真的？你别哪壶不开提哪壶啊！哦，不提，不提。哼，你到底什么酒量啊？怎么就喝断片了呢？我也不知道，那米酒也没什么味儿，谁知道喝着喝着就……米酒，你喝了多少？没记着，有二斤。二斤？你不是当铺的那个？我家主人说了，请你们到城北石桥说话。你家主人是谁？我家……死了，师哥。这是什么？我的剑。你们两个小鬼果然来了，人家可是等了好久呢。怎么，这次还找了个帮手吗？哼，在本君面前，来多少人都一样。Travel back.